叔叔，你在找什么呀？哎，把电池掉床底下了。爸爸，进来。哎呦，跳跳，早回家睡觉。妈妈，跳跳，妈妈帮叔叔确认一下空调没有问题，就去找你啊。你先跟爸爸回去。行了。妈妈，那你早点回来。好。行了，出热风了啊，早点休息吧。谢谢啊。你为什么要让孩子看见他？你让孩子心里面怎么想？是不是你答应的我在家里面陪跳跳？我从出门到回来一共不到40分钟，你有多重要的事儿，就连这一会儿都等不了是吗？你已经看到了，空调温控坏了，我去解决而已。跳跳睡觉了，你小点声行吗？你不需要跟我解释。我不需要，但我只想提醒你，我们当初给跳跳签过协议，我们答应了孩子不怎么样不怎么样。你在外面干什么我不管，但能不能不把人带回家里面来，能不能不让孩子看见。